窗外鸟世界系列就是在我家窗前拍的，用的是 HS3-200-600， 还有一个两倍镜。然后这边是杠子瞭炮台、碧沙渔港、八斗子渔港，经常会有大观鸠、黑鸢，也有曾经拍过游隼在这边飞。这只是凤头妈妈，这只还蛮近的，附近还有吗？有，我拍上面这只，天空飞的嘛，对不对？它在追什么燕子吗？这只是凤头吧，上礼拜拍的那一只。下来一点，对。